间情一连两天在小巨蛋的演唱会完美落幕啦！继第一天超狂找来姐夫鞠婧祎站台，第二天的嘉宾也是让大家嗨到爆炸。姐夫其实人超好，我们在刚开始要讨论要合作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讨论要跳舞的，然后姐夫坚持说我们要跳舞，然后我们几个很紧张，因为我们其实真的不擅长跳舞，只有小赖会，然后那个姐夫就说，哎，你们不会没关系，我可以亲自教你们，他要亲自把我们教会。我们自己练，对，我们后来还是我们不好意思了，真的教我们。我因为第一次开会在就是工作室嘛，他一冲来，我吓到，就觉得好凶，好凶。然后一坐下来，然后我们就不敢开玩笑，每个都很安静。后来他的经纪人说，你要小心这个哦，姐夫在说放过来。所以他拍一屁股在心里面觉得怎么样？真的很凶。虽然被姐夫打屁股是超级爽，不过这两场的演唱会，小赖可是哭到不要不要的。因为今天我妈没有来，然后想说我已经想说我不会再哭了。来，赖妈妈从后面。那我们欢迎赖妈妈。她已经回去了。我妈回去只跟我说，疯子好帅。我妈进后台直接搂疯子，哎。对对对，因为我最近想要打开新的市场，因为妈妈嘛，妈妈市场，就我把年龄层也高的，年轻高的都要。那么现在都已经在跟我说，哎，儿子，我要票哦，帮我保留10到20张，很多。会不会到时候半场都是你的家人？有可能。这个很预期啊，如果妈妈看到他们五个，会爱他们谁比较多？你妈爱我啊！我必须老实说，这些大家自己掰的。对呀，我觉得这好像也不算是独事耶，因为说真的，我们五个人如果今天会真的说哦，我们要退团，应该也就是要退出演艺圈了吧？对不对？对，对，是吧？对啊，毕竟他也比较有经验，比较有经验啦，比较有经验 ，OK 吗？我们就是走一个单飞不解散。谢谢他，有啊，有谢谢他。他在表演前其实就先传讯息跟我们说，他每个人都跟我们讲说，演唱会加油，他现在过得蛮好的。他说他很好，谢谢大家关心。